有唔少嘅同事朋友啊，都有同我講啊，特別係我嘅節目拍檔啊，郭志仁，佢話咧唔好喺啊你嘅 YouTube 頻道嗰度啊，再講任何有關疫情嘅資訊啊。佢話嚇好多 YouTubers 同佢分享，再講呢個題目咧趕客噶，冇市場噶，因為呢個題目已經講咗三年，大家真係唔願意再聽，唔想去聽，唔想繼續聽落去。 繼續聽落去，只會覺得越嚟越厭煩嘅啫。但係呢個仍然呢，仲係我哋香港未處理好嘅問題，又真係需要大家繼續去關注嘅。特別係政府而家處理嘅方法同埋方向，係咪真係對香港最好嘅呢？況且咧，呢個病毒株真係非常之狡猾嘅，變嚟變去，甚至係嘗試去逃避啊被檢測到出嚟嘅機會。 真真正正咁活出咗咧，变幻原是永恒嘅呢一句说话，体现咗吓《易经》当中吓世上唯一不变的原则，就是世事常变呢一个嘅观念。诶，咪住先。 我哋可能喺呢個觀念當中揾到應對呢一次疫情嘅最好方法都未定嘅喎。个呢個觀念嘅最重心點就係遇到困難嘅時候要保持平常心，順勢因變而變。啲病毒株喺度變，我哋應對嘅方法也亦都一定要變嘅。一成不變是係唔可以走嘅路嚟嘅。 只要通過變化，就能夠發現原本唔能夠前進嘅局面咧，先至會出現曙光嘅。仲要接受變化，咁樣我哋先至可以咧發展到多角度嘅思維，培養到我哋擁有做人做事上嘅一種定見啊，就係啦嚇，危就係機啦。好多時咧，當我哋遇到困難嘅時候咧，好耐都未能夠突破嗰陣啦其中一個好大嘅原因咧。 好可能啊，就係遇到挫折嗰陣，我哋係變啊，係變得更加頑固，變得唔敢變，甚至係不懂得怎樣去變。於是咧就會咧嚇喪失咗一啲突破現況嘅最佳時機嘅，越嚟咧越同個形勢係脱節啦。我相信咧，大家縱觀全世界唔同嘅政府嚇應對疫情嘅方法咧，都可能會體現到呢一點。 只係只有係接受變化，坦然面對困難，積極學習，人同埋事咧，先至可以容易得到一個平衡嘅。我哋香港同全世界一樣抗疫咧，真係有三年咁耐噶啦，見證咗新冠各種變異嘅病毒株流入社區。疫情爆發以嚟，新冠病毒咧就由原始嘅病毒株啊 Delta 嚇不斷係咁變種，多種 Omicron 亞系等等呢啲病毒株咧就流入埋嚟香港。

點都要放寬入境限制嘅，應該快啲做添嚇。可能我哋都唔能夠唔接受啦。本地出現變異病毒株，實在咧係無可避免嘅。繼續去收緊，唔再去放鬆我哋嘅防疫措施，可能真係會變得唔係太大意義噶啦。如果呢啲變異病毒株仍然係以 Omicron 為骨幹咧，即係由 Omicron 演變而成嘅後代啊。 佢嘅免疫逃逸能力咧都系差唔多嘅啫。呢啲资料对公众嚟讲咧，可以话系一堆冇意义嘅数字嚟嘅，咩 XBB 啊咁啊，大家都唔记得点称呼佢哋嘅。其实我哋应该留意嘅咧，就系病毒株嘅毒性引起嘅重症同埋个死亡率，因为呢啲资讯先至可以反映到病毒株会唔会对公营医疗构成额外嘅压力，而再唔系每日究竟有几多少人确诊。 我哋唔應該再用過去嘅思維去應對疫情的係時候放膽再行前一步，唔係走好多碎步。疫情爆發嘅初期，港府係好努力的去追蹤陽性個案之間嘅關聯的希望能夠咧盡早係切斷呢個傳播鏈。透過分析病毒基因嘅排序找揾出第一波疫情嘅零號病人原來係佛堂嘅男住持。 另外又揭發咧，第五波初期嘅源頭不明個案咧，係到訪個綠田園餐廳之後而誒發生嘅嚇。而家疫情升温咗咁多，有關嘅部門而家只會係喺醫院、院舍呢啲高危地區咧，繼續去做呢啲追蹤個案嘅啫。係老實講，而家單日新增近成萬宗嘅個案啊，根本就冇辦法再去釐清個案之間流行病學嘅關源喺邊度。 安心出行係咪仲需要繼續用呢？假如政府繼續堅持相關嘅工作咧，真係只會係浪費資源嘅啫。部分嘅措施，好似污水監測啊咁，其實咧作用都已經唔再大嘅啦。我哋政府自從十月初以嚟咧嚇，最近係首次叫停放寬防疫措施，又話醫療系統如果係超負荷呢？ 誒甚至係可能要走回頭路去收緊啲措施添，真係需要咁樣做。誒香港尋日咧係新增咗一萬零一百一十一宗新冠陽性個案，其中有九千六百一十四宗咧係屬於本地個案。到到尋日凌晨為止啦就有十五名嘅新冠病人喺深切治療部留醫嘅。香港大學最新嘅病毒即時繁殖率咧係一點一。 每日新增個案咧，仍然係會稍微上升嘅，但係重點咧就係而家嘅患者都係以輕症為主，入住深切治療部嘅病人咧，亦都係比起年初高峰期嘅時候咧係少好多嘅。估計疫情咧應該係仍然都會喺公營醫療系統嘅負荷範圍之內嘅。政府嘅專家顧問許樹昌教授，尋日咧就預料呢啲陽性個案咧。

同埋主流病毒 G Omicron B A. 點五有较高嘅传播性有关啦，但係重点咧就係公立医院一线嘅隔离病房、二线嘅隔离病房使用率咧，分别只係五成同埋三分一嘅啫。其实处理入住医院嘅病人咧，亦都唔需要喺以往疫情初期咁啊，喺负压病房噶啦，同处理其他上呼吸道感染疾病一样。 已經係可以嘅啦，咁樣咧就一定係會再減低對公營醫療系統嘅壓力嘅。仲有咧就係而家啲患者咧都可以喺屋企隔離，咁啊亦都有口服藥嘅供應嘅。不過咧嚇，相信啊，我諗政府都要等開始接種二價疫苗一段時間啊，認為疫情再較為穩定嘅時候咧，先至會再考慮繼續放寬都未定。嗱，衞生署核下聯合科學委員會。 日前就通過咗嚇共識建議，允許滿十八歲嘅市民選擇咧伏必泰嘅二價疫苗作為呢個部分嘅劑切。有兒科背景嘅委員咧就有啲憂慮啊，係接種太多疫苗或者咧會觸發心肌炎，所以咧就等藥廠有更多嘅數據先至決定係咪建議十八歲以下嘅人士都可以接種呢個二價疫苗。 嗱，我哋一共咧，香港政府咧就系订咗啦一百九十万剂伏必泰二价疫苗嘅，七十七万剂十诶上个月嚟到噶啦，同一批余下嘅疫苗咧，好快都会系嚟到香港嘅。嗱，我咧就准备系去外地放下假，好想去旅游。如果特区政府接纳呢一个科学委员会嘅建议啊，可以俾已经接种咗第四剂疫苗嘅市民咧接种第五剂嘅话咧，我一定抢先去接种。 我知道大家系会笑我，又话我趁机会咧推广疫苗接种啊！因为我真心相信接种疫苗系唯一对抗病毒嘅最好方法。好啦，又系讲一啲着数嘅时候啦，大自然素食啦，同往年一样嘅，系强势推出啦，犀利啊、這個！呢个和之家二零二二开运开胃现金优惠券套装。 你買一張五百蚊嘅現金券咧，就會送多一張五十蚊嘅現金券俾你噶。呢個套裝咧係好抵買噶。你只要用現金五百蚊就可以買到價值五百五十蚊嘅現金優惠券噶啦。呢一張送俾大家面值五十蚊嘅現金屈優惠券咧，係可以用嚟購買任何和之家嘅產品噶。和之家嘅素食材料咧係非常之多選擇嘅，最重要嘅咧。 就係可以用呢張現金券啊，係嚟嚟買埋大自然素食即將推出嘅學年糕點啊，仲有係盤菜啊，仲有可以嚟買種，同埋到到中秋節嘅時候買中秋月餅嚇。咁咧即係等於咧有節上節嘅優惠噶啦。的確咧係送禮或者係自用咧都係非常之適合嘅現金優惠套裝咧，只係限量發售嘅啫，售完即止噶啦。大家有興趣嘅話，就快啲快啲快啲去買啦！ 大自然全线嘅分店都可以买得到噶，详细嘅资料就列晒喺下面说明 description 嘅栏目嗰度噶啦。嗱，今期志云有礼啦吓，继续送出桂圆味嘅即饮汤包。呢啲即饮汤包好方便嘅，加热三至五分钟咧就饮得噶啦。最重要嘅咧就系大家可以饮得好放心啊，因为呢啲汤包咧系冇添加味精啦，冇防腐剂，冇人造色素嘅。 更加係冇額外添加鹽嘅，採用高温高壓滅菌嘅技術製成嘅，喺常温嘅情況之下去保存就得噶啦，一啲都唔麻煩嘅。桂圓美湯包嘅功效好多噶，唔單止可以養生強體，仲可以係滋潤養顏，有好多款式和不同唔同嘅味道嘅。大家呢快啲行動啦嚇，湯包送完即止嘅啦喎除咗可以得到湯包之外呢。 都可以得到一次免費頭皮檢測，同一次咧免費嘅療程服務噶。今次咧真系可以衝唔偷開始愛自己啦！嗱，快啲撳一撳以下說明 description 欄目當中嚇歸完美嘅連結哈，俾啲簡單嘅資料我哋，方便我哋去聯絡到我哋就得噶啦，方便我哋聯絡到你就得噶啦。誒，同埋大家咧，請你睇埋跟住播放嗰兩段嘅 Stephen 告白嘅推廣片，先至好生記喎。 多谢大家支持。嗯，大师你要做乜嘢啊？喂，关你咩事啊？成个镇你都睇唔到咩？喺度封利是咯。

百蚊嘅現金券呢，就會送多一張五十蚊嘅現金券俾你喎。我就係準備用呢一張嘅現金券嚟封利是，咁即係話我今年啲利是錢你一蚊都唔使出啦。只要用現金五百蚊就可以買到價值五百五十蚊嘅現金優惠券喎、啊。啊，真係諗埋都開心啊、哎！誒，等等，不過呢一張面值五十蚊嘅現金優惠券。 我自己都好用得着噶喎、哦，我可以用佢嚟買任何和之家嘅產品，和之家嘅素食材料好多選擇噶喎，最重要嘅仲可以用呢張現金券嚟買大自然素食嘅贺年糕点、盘菜粽、中秋月饼，喂，咁咪即係等於享有折上折嘅優惠，哇！的個係送禮同自用都好適合，唔係啦，現金優惠套裝。 限、啊、量發售售完即止嘅，我都係唔入呢啲信封字嘅，唔係利是封啊！我意思係，咁咁我要去買咗先啊！喺邊度有得買咧？嚇、啊，所有大自然素食嘅鋪頭都有得買噶嘛！我行先啊，係咁啦，拜拜。 都市人生活節奏緊張，非常之繁忙，哇！要自己煲一啖湯水嚟飲下幾難啊。不過唔緊要，桂圓美咧有新嘅產品推出。桂圓美除咗幫助你外在好靚之外咧，內在美都照顧埋啊！嚇，佢哋有五種嘅湯包。 健脾嘅、健肺嘅、保腦嘅、去痰嘅、保護喉嚨嘅，各色其色，樣樣都有。呢啲湯包咧係冇味精，亦都冇鹽，相當之健康嘅。而重點咧就係，只要將佢哋放喺啲熱水裏面，五分鐘就可以飲用噶啦。係咪好方便呢？如果你都想買嘅話，好容易嘅啫，上我 H A E shop 網購就得噶啦。 又或者你喜歡嘅話，可以去發再生嘅中心，或者貴完美嘅中心，整下個頭，護理下啲頭髮，再買翻一啲湯包翻屋企飲都得嘅。